国民党当前务必要团结再团结，团结的心啊，我们不要有求任何的位置。在访华府被解读替韩国瑜探路，但八号新北造势强碰朱立伦访日行程，人不能到却被大做文章。原本是在9月7号，那因为现场场地被借了，所以说我们就挪到9月8号。那刚好朱市长从美国回来，又受到日本的一个邀访，所以说他那天人就不在国内。基层立拱韩朱佩双方阵营联系无阻，原定韩国瑜造势是要7号，但是无奈现场场地因为有音乐会，因此延期改到8号造势，刚好碰上朱立伦访日行程，单纯时间瞧不拢，何来避韩之说？而造势选点别具意义，幸福水漾公园象征蓝鹰传承，结合周朱侯三人政绩，被解读是向市政优先的侯友宜招手。而从苏宏到整个的一个蜕变，在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首长合作之下，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了市政的建设。第二支川云建设往新北三重，传郭台铭按兵不动，等待适当时机宣布独立参选的同时，也在看八号马吴洪秀柱党内高层到场氛围，韩国谍对谍行程看出端倪。子弟兵重返新北，第一站从板桥慈惠宫出发，踩点郭台铭发机庙，意味深长。来祈求马祖的一个保佑，这也是合情合理。第二站锁定永联寺，主委陈鸿昌背骨倒戈，韩国瑜则来一笑泯恩仇。整天打麻将，整天吃喝玩乐，可以抱女人，可以当总统。昔日队友话说得重，韩国瑜选择轻轻放下，毕竟少一个敌人就是多一个朋友。新北起手式样样都得琢磨。记者黄家伟、魏文轩台北报道。